许多人长大的军教片系列，暌违了16年之后重返大荧幕，而这回被封为天下第一班长的妥中华，终于晋升少将指挥官。9岁童星出道的他，闯荡演艺圈45年，合作过不少大明星。接受台湾大搜索专访的妥中华透露，他曾经一个约定，跟女神林青霞一起去看过电影呢。你们刚才在福利社说什么？没有啊。还说没有啊？你的班长很凶。对啊，班长就这么了不起？我小学也当过班长。对啊，大声点！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妥班长一演好几集。但你相信吗？其实妥中华当兵的时候，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班长，2年都在义工队，只打过3发子弹。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在义工队里面，我是负责道具，所以基本上我在部队里面的时间比较。不是太长的时间，多半都是在演出。他的眼神啊，特别锐利。无意中成为招募军人的响亮招牌，但是却害到一个人。一进去大家很兴奋，而且还你说班长要整我就算，还不是班长，是营长。哇塞，那个营长已经疯了啊！我们部队来了一个天下第一班长的弟弟啊，那我们就把他变成天下第一班长啊。不用吧，我做兵就可以了。其实妥中华和军人的缘分真的很深，爸爸是装甲兵退伍，妈妈则是军中文化工作大队的话剧演员，热爱表演的个性也影响了妥中华。大众电影公司刚好要拍一部电影叫做《母亲30岁》，然后招导演员，我也只是想说去试一试，我妈妈带我去的，那都是我妈妈带我去的，就没想到哎，就他们选中了我。想象不到吧，眼前这位胖嘟嘟的小男孩就是妥中华。妥中华在演艺圈一待就是45年，执着的个性不仅表现在工作上，谈感情也是如此。我就花比较长的时间。你该不会是每一个女朋友都有2年以上吧？我交了2个，将近快20年。有2位都是跟圈内有关的一个女生，就是一个是林秀玲，一个是吴倩莲。那林秀玲是他们是同学，都是国光艺校的同学。那在学校的时候就等于类似青梅竹马这样子。那后来还有一段是吴倩莲。1989年，当时还在国立艺术学院念书的吴倩莲，因为一次帮广告配唱主题曲的机会，认识了担任男主角的妥中华。我们的那个首映的，在新兵丁站岗的时候啊，倩莲都会陪着。妥中华，俊男美女的组合，当时外界十分看好。后来就是，吴倩莲就慢慢的有转移到香港去拍戏，因为她的型非常的好，有去跟刘德华拍《天若有情》啊，就在香港这样红起来了。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有点聚少离多，也就是吴倩莲在香港，那妥中华大部分是在台湾或者是去大陆啦，所以对他们的感情来讲是时间就是还有空间把他们这样慢慢的就拉开来。谈了12年的恋爱，两人最后有缘无分。2002年，妥中华和小15岁的扬州姑娘陈思结婚。因为我知道他会结婚的，知道吗？所以像外面人想，就躲起来哭啊，都没有，没有，会有一点惆怅。令旧爱惆怅又祝福的婚姻，却只维持了13年。其实妥中华是不太愿意大家去碰触这一块的，就是他的婚姻这一块，因为对他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伤害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最近尤其这半年来，我们看到妥中华其实改变蛮大的，就是他又重拾欢颜。那改变他的很大的力量就是他的女儿。离婚后的妥中华一肩扛起照顾2个女儿的责任，现在以他们为主，只要他们快乐我就最快乐，所以我就想到每天想着带他们去哪里玩，可是甜蜜的负担还不错，我蛮喜欢的。谈起宝贝女儿，话匣子就停不了，大方拿出手机分享父女3人一同环岛出游的幸福点滴。多好笑！我的脖子，我说没有事啊，你没有事啊，多好笑！我女儿，我小女儿很好笑，带她去赏金，哎，那个回来的时候，那个船长就说：“哎，你今天赏金赏得开不开心？”哦，没有赏金啊。我们今天是赏豚，好不好？
那只看到海豚。从可爱童星到正义班长，再到好爸爸，朵宗华戏里戏外扮演好人生每个角色。